工厂赶工，国旗元素红蓝白作为基底，上头还绣上 Q 版韩国瑜，捧着高丽菜和爱犬麋鹿，不止护腕，还有两杆柴皮袖套，同样是韩国瑜 style， 放在店面，连外国人都好奇。他问这个有卖吗？有啦，有卖。搭上造势场合，让防晒小物超热卖。护腕能吸汗，袖套材质防晒降温。业者说，袖套一天内450组卖光光。我现在已经生产来不及，所以订单已经排了。啊，有的比较晚下订单的，要延后到下礼拜。 支持者们大太阳下邀请呐喊，彰化瑜伽姐六一五云林场烈日之下，热到晕头，用刮痧板轻轻一划，肩颈红一块紫一块，严重中暑。哇，你看，那么厉害！防晒小物除了必备小风扇和精油，国旗、袖套、国旗头巾全身红彤彤。不仅这个啊，散热的啊，散热的啊，薄薄的。从头到脖子还有身体四肢，也使用 两杆材质布料包裹，接下来六二二台中场抗晒小物准备好，要和大太阳抗战。记者陈胜伟、龚玉德、吴鹏兴、S 小组彰化报道。